号球，三号、五号进中袋，一号进底袋。白球用高杆画一个弧线，把洞口的七号球撞进，然后八号、九号分别两个中袋。你是说球全部进袋呀？不但是全部进袋，而且每个都有不同的指定的袋，不同的袋。要来了，要来了。叫过山车吧，过山车，对对，就是一号会进底袋，然后七号跟九号都会进中袋。怎么可能？听起来就